但是谢谢 Crazy Me 的数个月。克罗埃西亚会赢阿根廷吗？会。我觉得这次的足球就这样了。自从巴西输了之后，我就觉得这次的足球就是这样了，不是这一季啊，讲错，这次就是这样。你们反着压啊，随便。压阿根廷，我觉得阿根廷不会赢哎。法国吧，虽然摩洛哥，我不说话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今天不说话，一直在面给我烦呢、啊，摩洛哥，超烦呢、欸。